一、俄罗斯从开战之初就宣布了他们会同步进行假旗作战、认知战。二、俄罗斯也是这么做的。从开战前的俄罗斯从未入侵过任何其他国家，俄军无意入侵乌克兰等经典发言，到开战初期的全歼乌克兰海空军、大捷、大捷等，到中期的大肆渲染几个 P 图实验室的病毒阴谋论，继续加大力度渲染乌克兰有多大罪，亚速营在乌东干了多少坏事，俄军有多正义，乌东居民喜迎王师。 包括经典的平民死伤是乌军干的，俄军是地上圣人等，再到后期的胜利转进乌东战线，以及点中点怒斥乌军空袭比尔戈罗德是战争行为等，假旗认知战可以搞，但你搞成这样，把大伙儿都整乐了。三，接下来才是我认真要说的，就是俄方整的这么烂的活儿，我们的媒体奉若圭臬，我们的自媒体当做圣旨，无论俄方说啥照单全收。很明显，契丹官方表面要做中立，但实际又不肯中立。 二月底，某些自媒体收到了反俄消息，不要发。三月马尼发的四百零九七被全网删除。看看 B 站、NGA、微博，纵容一些几乎是俄军肉喇叭的人在那整这些活。反过来，稍微轻污一点的、中立的，甚至亲俄亲的不那么绝对的，都会遭到攻击。也就知乎还让人大方说话了。某些媒体甚至不用俄方示意，就亲自下场开始歪曲翻译新闻源内容，比如 unacceptable 等于可接受的。 乌克兰禁止使用 ZV 等军事标志，新闻报道为乌克兰禁止使用 ZV 两个字母等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的问题是，就算要支持俄罗斯，这么个暗搓搓的支持法有什么用呢？鼓动全国人民当最美逆行者，然后多买点徐州紫皮糖吗？